我们来看看这个苹果到底是怎么个事儿。我先闻一闻，有一股非常浓烈的苹果香味。哦，这底下实际上有点烂了，但它没有往上扩散。说明靠近泥土的这部分被细菌的侵蚀挺严重的，但是还是挺了75天，它没有扩散上去。我们看能不能把它掰开，看看它里面是什么情况。现在已经很容易掰开了，哇，它扩散已经延伸到中间这个部分，真够坚强的，挺了75天。下次拍之前，我应该给他整个伤口啥的。